是我们成立机械生产的60吨玉米粉加工设备，清理主要是清玉米当中的杂质，去石机提出来石子石块，然后是脱皮机，这一套是两砂两铁四道脱皮工艺，上下两层结构，脱完皮以后的玉米通过粉碎机、刷粉机、磨粉机磨粉，刷粉机提取玉米碴子，这是接料台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层，这是第三道脱皮机，分级筛，提胚机提取玉米当中的胚芽，刷粉机分级筛，分级大中小颗粒和玉米粉，色选机去除玉米当中的胚芽黑点。这里是客户的包装车间，玉米身、玉米粉还有饲料三道包装秤，上面有成品仓，整条流水线是全自动的。这是当月生产出来的玉米身儿，可以直接投放市场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成立机械一直在路上，今天我们来浚县参观一套60吨的玉米加工设备。